华为 Mate 50系列已经全面开售，到底买 Pro 还是标准版？ Mate 50这款机型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，没有 5G， 没有120Hz 啊，确实是有点遗憾。例如会牺牲更加细致顺滑的体验，更高的一帧率。王者荣耀实测平均帧率 88.5。如果要挑一些它的亮点，我觉得这块屏占比超高的居中挖孔直屏啊，是可以给人带来不错的好感度的。无论是玩游戏还是追剧观影，可以带来更加沉浸的全面视野。第二个就是微的微信消息，在空旷的信号盲区即可发送消息给家人报平安。虽然最近已经被吹翻天了，但不得不说这确实非常实用，而且关键时刻还能保密。第二个就是影像部分，虽然 IMX766 并不是市面上底最大的 CMOS， 但在华为 Xmage 影像加持下，确实带来第一梯队级别的拍摄体验。前两天我已经分享了大量的样张，想必大家看了之后也有这种感觉。最后就是鸿蒙 3.0 系统，在系统层面，鸿蒙的口碑想必大家有目共睹，尤其是这次还加入文件中转站的功能，可以大幅度增加办公效率。而 Mate 50 Pro 仅仅是升级成了120Hz 刘海曲屏和高像素长焦相机。但价格相差1800，我个人觉得 Mate 50啊会更香一些，你们说呢？